在索尼的声学产品线里，形态独特的家庭影院 A9 无疑是索尼寄予厚望的产品。那九支产品序列呢，往往意味着旗舰级的定位，独特的产品形态也很难找到对标。那索尼呢，期望用无线 AI 的智能调教，让用户啊可以避免复杂的声学校准，一套开箱简单的安装自动校准，就能拥有一套高品质的家庭影院的系统。那打开电视，这套系统可以让用户享受到电影院 VIP 厅那样宏大的声场，环绕立体声，清澈纯净的人声。那么三年磨一剑，全新上市的旗舰级的无线家庭影院 A9M2 能实现索尼的期望吗？嗨，大家好，我是小春哥。那为了评测这套索尼旗舰无线家庭影院 A9M2 的套装，我们呢特意把我们的实验设备啊搬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比较家居的环境里面来。刚才开头大家听到的声音呢，就是我们用 BK4128 人头麦克风来录制的。那由于这个麦克风啊带有完整的头部和胸腔的结构，那 BK4128 呢是可以录制到还原度比较高的立体声的。而且呢 BK2690 的电源加上 BK3670 的采集卡，还有我们特意搬来的隔离和稳压电源，都可以保证我们的录制呢是尽可能的稳定。软件加上设备，小100万的投入呢，可以让大家用耳机就能身临其境听到和我们现场比较一致的声音。这套索尼 A9M2 无线家庭影院的形态是比较特殊的，四个音箱的设计呢非常的简洁，灰色纤薄的立方体结构，织物面料覆盖在四周，顶部呢是金属格栅，底部的标签呢指示着音箱的摆放的位置，所以不管是摆放还是挂墙，都可以很好的融入进咱们的家居设计里面去。卫星音箱采用 5G赫兹 WiFi 的连接设计，只要插上电源就可以自动搜寻控制盒组网。那灰色的扁电源线很长，长度在现在的科技产品里面啊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找个合适的位置插上电源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度。那这个呢四四方方的小黑盒就是 A9M2 的控制盒，机身上这里这个显示屏啊可以提示状态和反馈音量等参数调节的信息。后面呢有两个 HDMI 2.1 的接口，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给电视的 EARC 和 HDMI 共用的接口。如果你拥有一台索尼电视，用这根立体声的对路线连接 3.5 毫米的接口，那另外一头呢插入索尼电视中置扬声器的接口，电视啊就可以变成中置扬声器。这次啊 A9M2 在中置声场同步模式下也进行了升级， 2.0 的版本上声场测量优化阶段电视扬声器也会加入，这样最终电视扬声器和 A9M2 共同发声的时候呢，声音定位会更加的准确，结像感会更加的集中，能够体验到更加逼真的影院级的音效。那除了中置声场同步模式之外，今年索尼 Brava 新品电视去联动还可以体验到 AI 语音增强 3.0 的技术，那得益于索尼独家的 AI 的声音分离的技术，可以对画面中的人声和对白进行检测，而且只对人声进行增强，让大家更好的享受到音画合一带来的体验感。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校准一下大家的耳机，我们能用索尼 A9M2 的校准音轨。这次索尼啊把 Brava Connect APP 也引入到校准程序，那我们用手机的麦克风就可以来收集这个点位的声学反射信息，然后呢定位 C 位。通过校准之后，四个无线音箱啊可以在空间中生成12个幻象扬声器。那这套 A9M2 分体的设计最大的好处其实是环绕声的声场会更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校准的过程当中啊，感受到声音的方位感？其实可以看到，人头在录制的时候，左右声道它的波形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在开始之前，大家一定要戴上耳机，那才能更好的感受到我们这次录制的这些音频。自动校准完成之后啊，我们来放一段音乐，大家来听一听，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声音的协调性和一致性都比较好。声音啊，没有什么杂波，我觉得可以媲美专业的调音。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杜比的测试片源。This is Dolby Cinema. It's where the most advanced cinematic technology you've ever experienced begins. This is Dolby Atmos. The number of speakers around you no longer matters, because this is the world's first object-based cinematic audio.With powerful moving audio that transcends from channels to moving around you with pinpoint accuracy. Whether the soundscape sets the mood of the scene.Captures the full extent of nature's fury. And remember this? 那 A9M2 构建的360智能穹顶声场2.0啊，明显比 A7000 啊带给我的感受声场要更大。一样的地方在于，对于这段杜比测试片源声场的还原都非常好，几乎可以精确的听清每个点位的位置，前后左右和天空声道啊都有非常清晰的声结像的产生。那这套系统呢，小小的体积，无线连接，还原出来的声场效果的确是超出预期的。在头号玩家当中，散落的金币，后方袭来的滚球，左侧的超车，右侧背道而驰的火车，是不是都可以清晰地映入你的耳中？那 A9M2 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就是人声的清晰度。本次引入了索尼影业在使用的 AI 人声分离技术，可以更精准地提取音频中的语音对白的部分内容进行强化。观看电视的时候，人声对白更加清晰，搭配中置声场同步模式 2.0， 声音的结像就好像从画面的中间传来的一样。Stack. He doesn't seem happy. Hello, Hank.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Moscow. I took a detour through your defense lab.Tell me that isn't what I think it is. That depends if you think it's a poor attempt to replicate my work. 同时呢，这也是一套能听音乐的家庭影院。Hi-Fi 级别啊，真的需要发烧级别的配置。A9M2 在回放这段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已经做了数字音乐的空间化的处理，声音从12个幻象扬声器中传来。如果我们去感受音箱的震动，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4个音箱都在工作。那来看这里标记出来的声波，
它用数字音频算法呢，做好声学处理，给一个还不错的 HiFi 体验，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产品啊，也是不多的。对于扩散厂来说啊，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低频单元带来的高保证的低频质量，以及算法声学补偿不理想的环境中的反射，可能感受到的就是轰隆隆的这种震感了。也许能傻嗨一下，但是呢，这段低频极其复杂，并且穿插了一些大动态枪炮声的场景，清晰的低频不拖沓的枪炮声营造出来的身临其境，才是真的爽吧。好，我们再来接上 PS5 来玩一会儿游戏。那在前一代支持 4K 120Hz 高刷 VRR ALLM 的基础上， A9M2 还新增了 SBTM 格式的支持。哎，爽不爽？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声场均匀性的测试和频响曲线，那反馈的声音截像的情况。什么是声音的截像？简单来说呢，就是如果你和朋友在说话，或者深夜窗外改装过的摩托车飞驰而过，你都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声音的位置和质感。这个呢，其实就叫声音的截像。那它包含了声音的方向感、质感和密度。通过截像呢 ，A9M2 可以帮助画面在观众面前啊构建一个虚拟空间，随着镜头的移动来帮助观众完成声像的定位，让声音告诉你电影中物体的位置，令包围感得以呈现。比如说刚才头号玩家当中呼啸而过的摩托车，360度的环绕声场。优秀的声音截像可以让观众呢最大限度的还原录音的现场，会有一种亲临现场的这种震撼感受。那我们得再次强调一下，好的环绕声场的构建是会让你忘记音箱的物理位置的，因为音箱参与了360度声场的构建，让声音呢在空间当中去回荡，每个声音的截像都在画面中正确的位置。那在这样的系统当中，如果你听到后面的后环喇叭在哗啦哗啦的发声，那其实是不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音箱的客观数据。测试音响系统的频响，关键是不同角度和不同放置方式的频响曲线啊是不是一致。那我们在90度的正向、60度的侧向和30度的侧向，和改变后置音箱位置以及不对称的摆放，并 APP 自动校准之后来测试频响曲线。我们可以看到呢，90度、60度、30度和异位频响曲线的一致性啊都非常好，在不同的角度没有出现明显的畸变，听感都是平直的，声音的感受呢是自然的、干净的和清晰的，不会出现在哪个位置啊听低频不够或者是高频炸耳朵的现象。那么360穹顶声场 2.0 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测试系统和软件的改进，我们这次啊用 BK4128 的人头在18个点位采集全频域的强度信息，收集了每个点位16个被频程的记录，一共121个声压的数据。那我们来在这个三维声场模型中去展开，这里呢还是用绿色代表响度均衡，黄色代表反射声和系统直达声出现了叠加导致的声音过高或者过低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 A9M2 的声场均匀性真的是非常不错。索尼在 A9M2 上拥有 360SSM 升级版 2.0 的技术，可以灵活的摆放扬声器，也不要求完全的对称，只要观看位置在扬声器包围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体验到360度智能穹顶声场。只要开启校准程序，就可以自动识别家居环境，并且调整到最佳的声场位置，从而解决了空间混响不理想的问题，补偿了主播。那从这个三维模型就可以看到，既没有出现特别响的点位，也没有响度的塌陷，特别小听不清的点位，那声场都在一条线上。所以如果我们和此前评测的 A7000 去对比，从响度数据是可以看出来声场的覆盖会更广，意味着呢会让更多的人同时体验到影院般的环绕立体声效果。
这个呢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前面两个音箱左右分离，想让 B 回音 B 集中在一起，对声场的控制啊会更容易一些。A9M2 依然很好的解决了空间混响导致的驻波的问题，响度均匀性做得很好。这套 A9M2 进行智能声场 2.0 优化升级的功能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扬声器的位置校准、房间声学校准以及观看位置的校准。那这次呢，新增了后面的房间声学以及观看位置的校准。什么是房间声学的校准呢？就像我们家里面啊，会有一些摆件、家具等物体呢，会影响我们的音质。那进行优化之后呢，不论什么样的空间环境啊，都可以获得比较理想的声音的体验。观看位置的校准呢，是通过索尼 Brava Connect 即可以实现，就是拿着这个手机一键操作，不论是坐在客厅的哪个位置，都可以利用手机的麦克风进行收音。分析数据之后，快速的对这个位置进行优化，这样呢，你坐在哪儿都可以像坐在影院的 VIP 位置一样，享受到比较完美的音效。索尼 A9M2 在不对称的摆放位置啊，会自动重新对准声场。四个音箱的小幅异位啊，并不会导致声场中声像的畸变，而通过空间算法来修正位置的信息，让声音的截向位置啊听起来依然非常的规整。手机参与校准程序优化之后呢，也能让音箱和电视的中置音箱去结合，在四个音箱和电视音响之间啊，形成一个声音的移动空间，声音的截向呢在里面游来游去，你是可以清晰的察觉到的。那当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画面实际发生的位置和人眼观看的位置会更加的拟合，和电影院当中啊声音穿透幕布到达观影者耳中的体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Stack. He doesn't seem happy. Hello, Hank. You're supposed to be in Moscow. I took a detour through your defense lab. Tell me that isn't what I think it is. That depends if you think it's a poor attempt to replicate my work.由于 A9M2 采用了 5G Wi-Fi 的连接，那熟悉我们 Wi-Fi 评测的小伙伴都知道，如果路由器遭遇同频干扰，会出现大幅降速。那如果调教不好呢，在音响系统里啊，可能就会出现跳音、断连的情况，体验呢就不会太好。我们呢也设计了一些实验来去验证 A9M2 在这方面的性能。那在整个评测期间 ，A9M2 的表现都是比较稳定的。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实验去考验它的情况。通过信号分析软件可以看到呢 A9M2 的频段，就是这里面20兆赫兹频宽的这个小尖峰，然后用路由器设置到同样的频段给路由器打流，我们发现呢 A9M2 会迅速的切换频段，抓了几次发现 A9M2 的识别机制啊还是比较灵敏的，频段切换的很快。多次测试我们也发现呢 A9M2 除了我们追着它干扰，它自动进行频率切换时偶有瞬间的卡顿，那在各种干扰下表现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其实 A9M2 在这一代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增加了每个音箱的物理的天线数量，控制盒呢可以自动的扫描环境进行信道的跳转，所以实际体验起来啊，我们感受非常灵敏，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套无线系统的可靠性。好，我们接下来呢老规矩，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拆解音箱呢还是不是特别的专业啊，每次拆完之后再装回去总是会多不少的零件。拆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还算小巧的体积里面啊是塞进去了四个扬声器的。这个呢就是空间平衡的扬声器，用于天空声道的穹顶扬声器。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天空声道四周框架的开孔设计和它的角度，那这样的设计呢其实会让声音更好的还原天空声道的定位的精准性。穹顶扬声器啊其实是一个偏中高频的扬声器，因为低频带来的主观指向性啊是没有那么明确的，主要依靠反射来模拟天空声道。通过这个顶部格栅和刚才我们看到的特定的角度，索尼在振膜比较浅的情况下还实现了宽指向性，环绕声的高度呢也做到了最优，四个穹顶扬声器组合起来就可以比较精准的还原天空声道。那这边呢这个高频的扬声器啊显得非常的小巧，19毫米球顶扬声器增强高频的声压，配合算法来避免环境的衰减，对方位感和声截向的主观塑造感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是可以实现 HiRes 级的音频的。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全频扬声器，
那具备宽指向性来加强环绕效果。这个扬声器的设计啊，的确是比较纤薄，全频单元60毫米的宽指向性，离轴衰减是比较慢的，可以更大程度的覆盖面向的空间，以来强化声场当中啊听音的环绕效果。那这么浅的振膜实现那么宽的指向性，我觉得的确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好，这边呢就是低音炮，个头呢也是所有这些音箱当中啊最大的。这个低音炮它的声压是特别高的，设计上呢是通过一个独特的耦合器结构，在比较薄的扬声器单元上实现高声压。那这个低音单元的直径呢85毫米，这种尺寸的低音喇叭一般截止频率都不会特别的低，但是呢索尼通过自适应校准的方式，在扫频80赫兹左右频响才开始往下掉。那所以呢这套音响系统的低频量感实际上比很多同尺寸监听音箱的低频啊都要更多更明显一些。总体来说啊，索尼 A9M2 采用正面三单元三分频加一个穹顶扬声器的设计。三分频技术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三个喇叭分别负责三个频段的声音，而是一个全频单元去发声，一个低音单元增强低频的下潜，和一个高音单元呢去增强高频的细节。那为了实现这样的设计目的，可以说在小小的音箱里面全是细节，索尼呢在这里面啊设计了一个导向管来降低风噪，提升能量感。整体结构上也用了很多的肋条来去加强固定，就连看上去啊比较简单的挂墙支架也是特殊设计的。这个支架啊可以保持扬声器和墙面之间的空间，那避免墙壁的震动，而且短机械接地的设计呢，也让扬声器尽量减少晃动，声音呢才会更加的清晰。那我们呢把喇叭拆下来之后，把主板也拆下来，这块小小的板子啊就是 WiFi 模块了。那在 PCB 板上有一个设计的5GHz 的天线，同时啊还引出来一根 PCB 天线。那这根天线呢采用了耦极子的设计，这个耦极子天线呢可以增强横向的增益，那两个天线可以保证的连接更加的可靠和稳定。所以总结这一套 A9M2 家庭影院的评测，我觉得声音上是非常出色的，中高频呢细节清晰，节相方位明确，声节相质感好，而且呢真实不刺耳，低频呢是保证了足够的震撼感，声场的位置也比较准确，声音的节相立体感很好，过渡呢也比较的顺滑，尤其是人声得到了增强，让影音体验更强。那我觉得索尼 A9M2 独特的地方在于全景声，环绕声场覆盖范围更加广，大部分时候你都会忽略掉音箱的位置，而且纵向声场也比较清楚，上下舞动的画面不仅可以看在眼里，而且呢也可以听在耳中。我觉得对于发烧友来说啊，这套索尼 A9M2 用比较小而且纤薄的体积实现了传统 HiFi 级别的声节相，如果你想做一套 7.1.4 声道的 HiFi 家庭影院系统，你就会知道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还有空间，而索尼 A9M2 用这么小巧的系统就可以做到替代，不仅节省空间，上手难度也低，对于超过30平米，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客厅比较大，如果使用回音壁会明显的感受到声场是不够大的，尤其是只靠直达声的产品，那这种场景下这一套索尼的 A9M2 就会非常的合适。当然体积和单元限定在这里啊，量感上如果空间太大，还是可以感受到这套系统的局限性，尤其是极低频的下潜声浪呢还是有点不够上头的。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而且隔音比较好， A9M2 其实还是可以配合索尼的 SW5 等等的低音炮，加上以后啊你的体验又会不一样。那如果你用传统音箱的眼光，还在坚信体积重量越大音质越好，百位加声学处理才能获得更好的声音，那从这样的角度来去看这款产品，只能说呢这款产品可能不是你的菜，
但是如果你需要在几乎不占地的情况下获得虚拟的七环绕声道、一个重低音加上四个天空声道的高端的家庭影院的系统的评分体验，而且呢要求布线方便，不需要繁琐的调教，又能适配电影、游戏、音乐场景，这套索尼的 A9M2 我觉得给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选项。那在算法声学技术啊大行其道的当下，索尼算法补偿技术加上足够高性能的扬声器的规格和足够的扬声器数量，提供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环绕感很强的准确、清晰、震撼的家庭影院体验。你只需要开箱、插电源、连好线，